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，什么滋味充满想象，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，多试几次总会回答。心里有好多的梦想，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，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，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。许下我第1001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，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，青春是我的筹码。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，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，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，要勇往直前的飞翔，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没有到不了。